点是指上面这个天空是蓝色。哦。这个时间再去加火。有一个冷暖，七点，开一个大吉。有一个冷暖对，对。那光线会进来吗？天空它不一样，天空是蓝色的，对吧？然后这边是暖的，对，这个我整个给你们加火的话，我知道你们需要什么东西。好的。是吧？好的。这个火，为什么呢？七点四十的话，它这个火是最好的时候。啊。好啦，今朝早我哋又嚟到同镇观音阁老茶馆啦。呢个建筑物咧有300年历史嘅，你睇佢个地下咧都系泥地，凹凸不平嘅。今日个老板咧就好合作，就为咗我哋咧夹煤炭出嚟啦，俾我啲团友影啦，摆咗几个好经典嘅 pose 嚟等大家影得开心啲。继续我哋前面嘅行程。天空。在这个地方就很有革命色彩的，你可以到处那些墙身啊都会看到很多革命时写的那些标语啊，毛主席万岁啊，还有毛主席的相啊，红太阳啊，所以拍出来的相呢就完全很特别的，因为在大陆这里呢就这些这样的地方已经很少的了。老板都很好的，是我们来喝我们来拍照呢基本上是收费不贵。是將賺到的錢呢就補貼啲老人家伯伯啊佢哋飲茶，因為好多老人家飲茶都係1元就可以坐一個朝頭早。老闆，你這個茶館有多少年了？茶館的話100多年，這個房子300多年了，現在呢100多年一直都是茶館，主要是這個地方保持的話当地人要多一点，就是我们当地这些老头啊、老百姓的话，他比较多一些，保持一个原始的东西。所以说啊，很多摄影的，包括世界各地很多过来拍，因为这个地方没改变嘛，全都是很原始，对吧？而且这些老人呢很配合，他们很自然。在这里拍照是不能付钱，对任何人都不要付钱。我最怕的它坏掉。欢迎你们大家经常过来拍片玩，喝喝茶啦这些。喺度影相咧，因为环境比较暗咧，所以好多时候我哋都需要用 ISO 高少少嘅。通 ISO 高少少咧，咁我哋就可以将嗰啲快门提高啦。鏡頭最好就用有啲大光圈嘅鏡頭，最好係1.4光圈或者2.8。咁我哋影相嘅時候就可以吸收嘅光線多啲咧，咁我哋就可以影到好多比較暗嘅位置。嗱喺度影相咧，因為環境比較暗咧，咁我哋好多時候都需要影有啲動感嘅相，即係有動意靜咁樣啊，咁啲相咧就會吸引人嘅，因為我哋影到動意靜咧，就同我哋一般平時啲遊客影嘅相唔同咯，所以其他人見到就會特別啲咯。今日喺度呢個環境裏面咧，我哋安排咗叫老細咧灑下啲水花啊，咁我哋可以影下動意靜啦，用速度用慢少少嘅，大概用60分之1秒啊。咁老闆喺度揈個水壺灑水出嚟嘅時候咧，那個水咧就有啲動感，有水花就會比較長啲咯。嗱，夜晚咧我哋仲會安排一個穆桂英嘅，有噴火。咁等團友咧影多啲唔同類型嘅相啦，好多我哋啲團友咧都已經喺依個度影嘅相咧都攞到金牌啊、銀牌啊，都無數嘅。曾經有個影友咧仲喺度影咗一輯相咧，考過
英國皇家嘅嗰個高級會士嘅相嘅。对，大家靠一点点，六十到八十之间，来这里。这个飞机应该有了吧？准备啊，先来一下。好，再试一个。看一下啦。各位，最后一次了。可以了。可以了吗？好 ，OK。嗱，依個朋友啱咯，個人喺嗱，就唔使咁歪嘅，可以大少少咁樣，唔好依啲相啦，嗱，咁啊咪靚咯。哦，它很正。嗱，咁啊好靚啦，係啊。依啲咧最緊要咧，嗰個圈咧喺有個圈，嗰個水肥出嚟咧有個圈，最好個圈喺面入邊。啱啱遮住塊面。遮住塊面咧，咁你就要換個位咯。有時因為有時係潑嘅水嘅嗰個方向唔啱嘅，有時會大啲，有時細啲。所以連環快拍的機會會多一點，是啊是啊，表演員啊，是啊，咁啊自己找拍啦，是啊，咁啊好多嘅嗰啲茶客飲茶，你可以飲要飲茶咁樣，係啊，跟住我見到佢哋食緊煙咧，我會喺後尾咧，我喺後尾幫你打燈咧，嗰啲煙咧，你又會影得清楚啲，會靚啲嘅，係啊。拿中焦拍就可以了，那边拍过去不要拍到我，就不要太广啊，就拍半身就很漂亮了。哦，九十四十，啊，好，呢个我嘅十五啊，系啊，好，来，三二一，好，来换人，摆几片啊，哎呦，十五十六，后面不能有人呐。数，看到了，这里没有了，这里不需要了。来来来，我有一些。还说吧，有一些多啊，亲。有没有光圈呢？光圈现在放多少？真的，2.8。2.8，太强。最大光圈了吧？嗯，对呀。你放到5.6 ，OK。5.6，所有都是暗，很暗。什么速度一百一千？ISO 100。哦，ISO 100，我讲念错了。一号都八号，分两批就好了。好，一号都八号。嘿，连麦上面，打发这连。把光圈放小一点，光圈再小一点，好吧？要火的细节。再拍，再碰一次才换。来，再碰一次才换人。不要正拍，正拍这个火没有脸部，没有细节。等没有？哎。预备，准备，开始。准备，谁喽？好，开始。哦哦，没了。等一下拍穆桂英。来，一二三四。一二三四。再一二三四。这个这个地太快，人打硬背太快了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。好，来换人。五六七八，喂，五六七八来喽。
五啊五啊，这几张照片等它画完了，再比画比画那张就很漂亮了，是吧？还没画完。6, 5, 4, 3, 2, 1，好，来，13到16，3, 2, 1，好。哎呀，嗱，一陣咧係會喺度轉嘅，一陣我會打，即攞燈咧照住呢兩個人咧，主體就會光啲，咁有側邊啊，有背景啊，背景又光啦，跟住主體，跟住最主要就 OK 噶啦，啱噶而家係。基本上你已經呢條柱。呢條柱到嗰度個人就咁樣歪，唔使太歪嘅。好，唔使太歪。係啊，因為呢度起呢個轉啊嘛。係。我叫佢喺度轉，旁轉嗰個喺中間咯，嗰個一個嗰個噴火喺呢度。嗯。係啊。做個噴火。嗱，到時咧，我叫佢做一個噴火嘅姿勢，你又要加火都得嘛。係啊。3, 2, 1, 0，好 ，OK。好啦，今日我哋拍完啦，今日拍咗好多造型，大家都拍得好开心。天朝咧，我哋未天光，我哋就出发继续拍摄。